大家好，这是我家一款无反碱脆皮的油条面机器和面中。机器和面省工省力省时间，关键是做出来油条口感好，炸出来油条色泽金黄，脆皮儿啊凉了之后吃着也不硬，能吃入油条那种特别的香味儿。想做这行呢，也可以关注我一下啊，也可以来我的店里边学习，随到随学啊，学会为止，无需要加盟啊，也无需要拿料，都是自己配料的，随学啊，随开店。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就算我说我想你，你也不能听到我的心依然停在这不经意。我想再靠近一点，我想再走近一点，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什么时候也把我相信。礼拜天的汤包出罐了，亲们啊，各种各样的馅儿都有，如果想吃的啊，来吧。好，进来的老铁们，这是我家锅了，老铁们，家常罐头包蒸出锅了，想吃的啊，可以过来品尝一下，皮儿白，光滑而筋道，能吃出面香味儿。想了解小吃这行的钱，关注我一下，直播间给老铁们讲解和面手法。蒸纸蒸法，报纸手法，